All the time. You know, okay, you know, I just got married, so now I have a husband, and he likes to remind me all the time to check my breasts. I don't know what his angle is, but, you know, hey, at least it reminds me. I'm not sure if he really cares about it. I mean, of course he cares about my breast health, because inevitably that's going to concern all of our health, but he definitely talks about it a lot. He even does some tests, some checks for me. 因為其實之前都比較懶的一個人，但隨著年齡的長大，就變成更加可能會特別小心，以前就經常說每年驗身那些東西不會想，但現在就一定會留意，自己也會學會怎樣去自己去做一個預防的 有的，我們定期婦科檢查，我們是同一個婦科醫生，都會檢查，定期我自己一年檢查一次。我都一年檢查一次，但是平時洗澡，你就會在自己摸一下，有時站到那個方法或者躺在那裡都要摸，因為有時站到和躺在那裡摸一摸都有difference，都會做。<笑> 現在以我自己的認知，就是看醫生，或者自己經期之後10天去自己檢驗一下，但其實都有迷失的地方，都不知道是還是不是，應該是什麼感覺的呢？其實因為自己都關注到現在香港乳癌 的發病率都越來越多，所以其實自己每年都會有去自己的私家醫生做身體檢查。其實我就 冇乜點樣做一啲關於留意自己健康嘅措施咯。咁我諗我由今日開始知道多咗關於乳癌之後咧，一定會做一啲一年一次嘅身體檢查，同埋多啲留意自己身體嘅狀況。一年檢查一次，因為我以前唔檢查噶，咁收尾就會知道要嗰啲咩超聲波，係啦。 跟住就穩陣啲咯，嗰啲我覺得。